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，青藏铁路也是世界上最长的高原铁路，青藏铁路还是世界上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。而海拔5068米的唐古拉山车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车站。河南省简称豫，位于我国中部偏东，